大家好，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店主。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布条拖鞋的编织方法。我们这边所要用到的材料有钩针、8号的棒针加一个记号扣、布条线还有鞋底。我们下面这边是已经编织好的一双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鞋底，除了这一款的话还有这种，就这种上面是毛面的，这种这个上面是直接上好的这个毛线的，这个鞋底是直接弄好的。